鸭子，祝我们二郎凯旋归来归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八。刚刚我哥打电话来说，晚上请吃饭，然后鸭子也会过来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发。我姐跟我姐夫来了。把锅开锅，快饭再炒好啊！五个，还有五个啊！赶快去炒点辣椒来。今天我嫂子掌厨啊，她的厨艺是杠杠的。Nice。改天大家来吃饭啊！特别是他搞的那个水煮酸菜鱼，很好吃啊！我吃的我都一不想吃。你们可以组团来我家。组团来。口福，那个是纯正的土鸭哦，营养价值超高，是土长的鸭，土生土长。哎，鸭子，五一节快乐！那个，你知不知道二郎跟海哥今天去提亲去了福建？去福建去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海哥视频不是发出来了吗？哦，我还没看。没看啊？那么忙哦。现在过节是比较忙一点。我们就在家里面等我们的二郎早日凯旋归来哦。祝他圆满成功。对，早日抱的美人归。鸭子也祝你早日脱单哦。谢谢，加油。加油。然后我刚刚也是听我哥说，好像说他说你也会过来，我都不知道你过来，过来我就去你家串个门去。鸭子，祝我们二郎凯旋归来归来。大大的赞。